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亮威。今天呢是星期二，我现在呢要做一下卡片，我要寄给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是他们的生日还有父亲节。做好了这个卡片，我等下要拿去邮局寄，然后我要去一趟银行要处理一些事情，再来我要去 CD 那边，我要去买那个喷枕头的那个 pillow spray， 因为最近有点失眠的问题，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我就发现那个 L'Occitane 的 pillow spray 还不错，所以我等下要去买那个，还有要买一个 hair mask， 因为我觉得我的头发最近掉发很严重，感觉它很脆弱，就是很容易这样子一拉它就断。再见的行程就是这样。寄了我的信，原本要寄 express 的，可是他的 express 只有那种最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要 normal 的就好。现在要去银行，今天天气好好哦。处理完我的东西了，然后我现在坐来溜过来 circular key， 因为就想来走走一下。然后我现在想进去这个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现在在 the rocks。回来啦，好累哦！你们看看我刚才买的东西，哒哒 ，Nasida， 这个就是那个 hair mask，
我上次用过他们的 sample， 觉得非常好用，而且那个味道是我超级喜欢的。他买了这个，他帮我包起来，再放一个 sticker， 非常的漂亮。好香哦，的 pillow spray 可以帮助你睡觉，一直有失眠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一直待在 indoor 的关系。哒哒，等下我们就来一起用吧。我刚冲好凉了，我用了那个 hair mask， oh my god， 超级香，非常的舒服。然后刚才我朋友他们呢又突然说等一下晚上要一起吃晚餐，所以我现在要过去他们家那里，然后一起跟他们吃晚餐。我顺便要去他们家附近的那个 Asian market 买一点东西，因为我之前要找那个日本的放在饭上面的那种 seasoning， 然后我那天在 Costco 找不到，所以我等一下要去他们家附近的那个 Asian market 找。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在他们那边看过。但是我们现在就一起出门吧。好冷哦，现在早上没有很冷，现在晚上还非常的冷。现在刚回到家了，已经晚上11:30了，我现在要去冲凉然后睡觉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记得也在下面留言。我们现在影片再见，拜拜。